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来，我们看一下，2023年真的是读遍天下，读不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哈，下毒的毒啊，天上下毒，海水更毒，这两个地方的食物千万别吃啊！来，到底是哪个地方呢？哪个国家呢？我们等下好好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去年呢一直在跟大家讲哈，核废水哈就要下来了，然后台湾第一个首当其冲。第二个呢，包括中国的沿岸呢，还有呢，到底呢多少天会蔓延到整个世界各地呢？好，那还有呢，美国也有诶，不是这样子而已啊。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哈，来接着看，你们先按赞、分享、开订阅、按下小铃铛，保卫自己的健康吧，好不好？来，我们接着下来来看一下哦。好，三一核灾，日本核福岛的核废水将排入海洋，已经开始了哈。去年年底已经开始了。好，接着下来，2023年春天即将开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于2021年的12月表示呢，估计最快于2023年的春天呢，开始把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大海。日本政府呢，13日也拍板定案了。预计于春天到夏天开始实施核废水的排放计划，这个呢会灭绝人类的核废水，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好，全球都差嘞蛋吼。好，我们来看一下，地球海洋将遭受恐怖的毒害了。好，最近大家应该都很感受得到哈，看到很多国家的那些鱼群，一群一群的就这样瘫在什么，死在沙滩上。包括日本也是一样哦，日本福岛附近呢，所有的海滩几乎布满了死亡的鱼类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7天不用到2个月的时间，污染半个太平洋。根据德国呢基尔海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呢2012年的模拟研究呢，若福岛核废水仍具有放射性的污染，只要仅57天就会污染半个太平洋。3年后，美国、加拿大要遭受核废水的影响，不用到3年。其实海洋的洋流哈，大家应该很清楚哈，而且船只经过的地方也都会遭受到污染。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捕鱼的渔船，你会不会受到污染？你也肯定受到污染。好，渔船在海上也会受到污染，捕上来的鱼更是大量的核废水的污染，怎么吃这些鱼呀？好，接下来我告诉各位哈，你知道福岛当地哦，有很多的水果，有很多的东西，他们本地人是不吃的。好，日本人不吃哎，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好，那美国人也一样，美国哪个地方很多东西人家不吃呢？美国不吃哎，你不要以为美国吃啊，大家都知道呢，在几年前，10年、8年前就有美国的基因改造的粮食、玉米跟大麦，对不对？还有呢。花生之类的东西，他们本国也不吃耶，因为吃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反弹了，就会告上法院了。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好，也有日本民众反对政府把核废水排放入海，看到没有？这是日本民众呢，他们绝对不允许呢，政府把核废水排放入海，但是呢，现在美国同意它排放入海，所以呢。大家就跟着遭受其害。好，美国与中国的反应是完全两极的。针对日本政府决定，如果今天呢，美国在日本的旁边，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反对的。如果美国的国土是在日本的旁边，他会不会反对呢？因为会危害到他们哦，会不会反对？当然会。好，所以呢，因为离他很远嘛，对不对？针对日本政府的决定呢，美国政府认为呢，符合国际公认的核安全标准呢，因此予以支持。不过呢，中国政府认为呢，日本此举极其不负责任，将严重损害国际公共健康安全，以及周边国家人民切身的利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国之间当然会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式。当时三一受辐射影响呢，至今仍有3万人。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导致日本东北福岛县的第一核电厂3个机组呢发生炉心熔毁，辐射外泄事件呢，当时有16万的民众呢被立即撤离，但至今仍有大约3万人因为长期的辐射效应和健康关切呢而未能返回哈。
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有3万人哈，啊，都是受害的。那大部分的人呢，哈，没有办法返回到福岛去生活哈。好，日本核废水被储存的巨大废水槽中呢，足以填满500座奥运规模的啊规格的泳池，每年要花费约1000亿的日元，大概是235亿元的台币呢，而且已经快要装满了，满满的核废水哈。12年累积下来呢，待处理的核废水发生核子事件后呢，哈。原本呢，用于冷却炉芯的水呢，流进反应炉建筑的地下室，混入雨水地下室。哦，我先讲一下，当时呢，10年前发生的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呢，你知道，只要进入地下室的核废水，核电厂爆炸以后呢，所有进入的人几乎都没有办法生还出来，都死了。能够出来的，现在也已经都是哈、哦、死亡了。三年过后都死了，已经全死了，所以根本没有存活的几率，这样大家很清楚哈。就不要说他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你知道吗？这些工程师，包括进去抢救的，包括在当地辅导的人，几乎都灭绝了，这样大家很清楚了哈。所以你觉得呢？他到那些核废水，鱼当然全死挂了吧？那你觉得你吃的鱼呢？你吃到你的肚子里面的东西呢？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好，这些核废水后来被集中过滤，储存在核电厂的巨型冰槽水槽中，目前已累积有1000座的水槽，但随着储存空间逐渐不足呢，将核废水排放出去的工作已势在必行，看到了没有？所以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呢，各国关切呢，不仅当地渔民的反对呢，包含中国、南韩以及太平洋岛国呢，都对日本决定排放核废水表达关切。东京大学的放射学专家小豆川胜健指出呢，这些处理水被排到大海里面呢，就很难被追踪。这不仅仅是日本国内，也是周遭国家所担忧的。好，所以呢，其实呢，在周遭的国家，包括印度也会受到哈、哦，印尼，还有呢，包括台湾以及呢下方的国家，甚至澳洲都会有，哦，菲律宾、澳洲都有可能受到，因为呢，它是这个比较高嘛，日本的纬度比较高，往下走的话就是台湾、菲律宾以及呢澳洲，像大家很清楚，还有印尼在我们旁边，对不对？好、哦。所以呢，还有印度洋就在旁边，印尼的旁边，那基本上都会受到污染。好，接下来，美国竟也泄露核废料。好，美国的核废料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辐射核废水外泄哈。美国明尼苏达州呢，蒙蒂奥塞罗核废料厂呢，4个月前发生辐射的废水外泄事件呢，业者当下立即通报当局，但主管单位却以没有公众疑虑，没有及时公布，直到本周才发公布公告，引发批评。另外一件事情，俄亥俄州2次的火车气体外泄都是剧毒，那当地呢，哦，他们关闭了哈，叫民众不能外出。当时我就讲，那个地方受到污染了，你知道那个地方是粮食大仓、欸、他们种了很多玉米、小麦、大麦，还有呢花生、哦、就是在当地有很多，你们敢吃吗？我告诉各位，他们所种植的会送到哪里？你知道非洲之角很多国家海地，像这些国家根本、哦、古巴这些国家根本没有粮食可以种植的国家，没有生产粮食的国家，他们已经在饥饿快死的边缘，他们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卖到那边去，包括基因改造的粮食都一样。这些呢，商人他为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他会管你去死吗？不会的，你死的是死别人啊，不是死他自己啊，他们自己不会吃的，这样大家很清楚吗？好，美国辐射废水的外泄呢？美国明尼苏达州蒙蒂塞罗核废水，所以呢，它整个呢事件呢都是被盖起来的、盖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没有公众疑虑吗？现在才公告，好，引发批评，隐瞒泄漏的废水，此核电站被曝呢泄漏了150万升哦，
4万加仑，个十40万加仑，来个十百千万十万40万加仑的放射性废水，而涉事方呢，竟然呢足足隐瞒了公众4个月，竟然呢还表示未披露是因为不会对当地社区或者环境造成健康和安全的风险，不会吗？你觉得不会吗？车诺比事件大家知道，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还是会有剧毒存在，50年啊，超过50年，想想看啊，这是什么样一个剧毒的世界啊？来，市长回应呢，令人傻眼。好，蒙蒂塞洛市长呢，劳埃德呢，希尔加特呢，表示称，市官员直到今年2月底才得知呢泄漏事件，该市对核电站没有任何权利，尽管核电站呢在我们的社区内，但蒙蒂塞洛市呢无权管理核电站。这些解释和做法并没有让当地居民满意，不少民众都相当不满。好，你想想看哦，市长不管，他说他没有权责，没有权利跟责任，这是什么话？你市政府如果知道的话，市府知道，市长知道，应该要紧急的颁发一个命令，或者是让百姓呢特别要小心这些问题，好，要赶快往上呈报，是不是？好，那你市长不知道，州总会知道吧，州政府总会知道吧，可以请州政府来处理吧。好，我们看到这个情况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啊。好，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好，美国的俄亥俄州上个月2次哦，火车100多节的火车呢，像出轨了。出轨了以后呢，那个地方专门是在做什么？在种植粮食的地方。俄亥俄州，你们查一下吧。我今天没有把这一份资料，所以请你们要特别注意。如果从那边出口的粮食能吃吗？请问一下，能吃吗？都是剧毒。看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海洋老师真的要好好的提醒大家，不管你是住在美国、住在日本，或者住在世界各地，你们要看看自己到底今年吃了多少剧毒的东西啊。好，我还奉劝台湾的民众齁，要少吃齁鱼虾类的东西，真的要少吃了。螃蟹、鱼呀、虾齁、龙虾之类的，如果是进口的，从阿拉斯加进来的，或者从哪里进来的，可能还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如果是鱼类的东西，真的，沙西米你敢吃吗？我真的要拒吃了、哦、真的。好，台湾很多日本料理店，尤其是林森北路一带，非常之多料理店，南京东路一带非常多的料理店，台湾最喜欢吃日本料理，而且都是沙西米、哦、看到那些尾鱼啊，你敢吃吗？生食哎、欸，好。我今天讲到这里的话呢，其实呢觉得还蛮恐怖的事情，就是天在下毒雨，地上呢啊开始出现了超级细菌，海洋出现了超级细菌还不打紧呢，另外更恐怖的就是这些毒废水，傻眼了，真的令人傻眼了，好不好？所以呢看到呢日本沿海死了一大堆的鱼啊，福岛附近啊，整个都在一大片一大片的鱼哦，几乎呢每周都有哦，吓死人了。你说这个不是剧毒是什么呢？我今天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好好想一想吧。哦，接着下来呢，更毒的还在后头了，不会结束的，今年不会结束。这些呢，这些毒水呢，还会呢蔓延到世界各地去。超恐怖的，人类要灭绝哈，就是自取灭亡，就是自取灭亡，不要忘记了，没有办法。台湾哦，台湾也是，好像没有阻挡他们倒核废水，我们亲日亲美，希望我们的莱猪吃的会安全没有疑虑吧。还有呢，接着下来还有什么粮食？还有安全的呢，台湾的安全，食安安全是很令人惊悚的哈。台湾的癌症是第一名的，不要忘记了，所有的癌症第一名是全球的。好，你想活得长久一点吗？吃清淡一点吧。谢谢大家，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开订阅、下小铃铛。